妈，月光之下，轻轻地我想你了，静静躺在雪里的牵挂。妈妈，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可以。你们好，可能你刷到我这个视频不会停留很长时间，也不会点赞，可能以后刷不到我。我先祝你往后余生身体健康。陌生人，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前的陌生人，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往后余生祝你坚强，祝你幸福，愿你这一生被人所爱。感谢你，感谢你可以点进我的作品。你没有去选择看帅哥，也没有选择去看美女，而是选择了看一位手艺人。昨天有位粉丝问我，为什么你的作品没有人双击评论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是我的教学太精彩了吧，别人都忘了，双击我就不和你们要了，我可以和你们要一个评论。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如果你能翻到这个视频，先别着急退出，停几秒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赞，我也可以不要关注，但是如果你是支持手艺人，喜欢手艺的话，可以给我评论个支持吗？哪怕假装支持也可以，让我知道一下还是有人喜欢看我们手艺人。你们好，如果我运气好的话，能让你翻到我这个视频，千万别忙着退出去，我不和你们要赞，也不和你们要关注。社会在高速的发展，手艺人已经不多了，纯手工的手艺人就更少了。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，你想